近年来从投手丘变到外野去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魔术主题趴。最近我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，我把我在游轮隔离的生活，以及我成为魔术师这十年的酸甜苦辣，通通编辑成册，完成了我的新作品《魔幻意境》。那里面也有写到这两年在球场表演愉快的回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